熊猫，猫咪，咪咪，咪咪。哎，能挖这么多啊！好厉害，十二根。我也吓了一跳呗。喂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在说竹笋呢呗。听说猪太郎家附近的人去挖竹笋，竟然一下子挖到了12根。哎，好厉害啊！能挖到这么多竹笋呢？他们还送给我家一根呢，妈妈做了竹笋饭呗，可好吃了呗。哎，我还想吃呢呗。那么我们也去挖竹笋吧。啊，好啊呗。我回来了。啊，丸子，你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是在写排句吗？正好想出来一句呢。雨后露竹笋。竹笋，大家好像都喜欢竹笋。说起春天的味道，那就是竹笋。哦，听说猪太郎家有个邻居上山挖了好多好多的竹笋呢。哦，好羡慕啊。眼下正是吃竹笋的季节呢。这么说奶奶也喜欢吃竹笋吗？一想到这个季节就会想吃。竹笋饭，竹笋汤，刚挖出来的竹笋还可以生吃，油炸竹笋也很美味呢。油炸竹笋，好想尝一下。我也想吃。那我先出去一下了。出去？去哪儿？去挖竹笋呀。明天冰冰他们要去，我也要和他们一起去挖竹笋。第二天，猪太郎不来真可惜呀。发烧了也没办法呀。把猪太郎的那份也挖回来，我已经答应了猪太郎了，要挖很多竹笋回去，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挖一大堆回来的。所以你就老老实实的睡觉吧。知道了呗，我等你们呗。这样啊，其实我也跟爷爷奶奶说了，今天一定要让他们吃个痛快之类的话。啊，那一起加油吧。嗯，一鼓作气出发吧。根本就没有嘛。喂，你那里呢？我这儿也是一个都没有啊。这里之前是不是已经被人挖过了？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嗯。哦，这里也没有啊。爷爷说了，这么大的竹笋根本就没法吃的。那我们再去那边看一下吧。嗯。啊，找了大半天，怎么连一根都没有啊？肯定被先来的家伙挖了个精光啊，我们只能下个星期再来了。哎，下个星期一根也没有，想挖也挖不成。那猪太郎的竹笋该怎么办呢？他一定很热切地期盼着呢。是啊，我要打起精神来，再加把劲儿，一定要让爷爷奶奶吃上刚挖出来的新鲜竹笋。好嘞，我也要加油，这样猪太郎就能早一点好起来了。哦，冰冰真是个男子汉呢。哪有哪有。快看那个，是竹笋，是竹笋的。天气预报不是晴天的吗？哎，这个地方我们走过吗？没有走过。原路返回吧。哎呀，也不是这条路呀。小英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迷路了呀？不会吧。我到那里去躲一下雨吧。小英，还有冰淇同学。是你们呢？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和你们一样，我们是来挖笋的。啊，这样啊，不过真是遇到了救星啊，我们正为迷路犯愁呢。这一定就是所谓的绝处逢生吧。难道你们也不知道回家的路吗？什么叫你们也？难道你们也迷路了？雨一直下个不停。
起来了，藤木同学，你太重了。不能睡啊，藤木同学，电视上都说了，在山上睡觉会被冻死的。但是我好困啊。待在这个地方一动不动肯定会犯困，我们稍微运动一下吧。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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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突然下起雨来了，小丸子还没回来吗？啊，真叫人担心呐，他是为了我们才勉强出门的。没事的，奶奶，你不用担心，再过一会儿小丸子就回来了。我也快要困死了，要不我们唱歌吧？想唱歌的话，英同学你自己唱吧，我现在可没有那个心情。哼，真是难相处的家伙。算了，藤木，你唱点什么吧。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刚才不是你想睡觉吗？困的时候大声歌唱可是最好的提神方法了。这样啊，但是要唱什么呢？哎，什么歌都行啦。好，那我唱了啊。有一个穿着红色鞋子的小女孩被外国人带走了。住嘴，藤木同学，干嘛唱这种哀伤的歌？对不起。我们应该遇难了吧？不会吧？难道不是吗？在山里不知道回家的路，没法行动，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遇难了吗？怎么办呢？我们会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雨停了就没事了。对呀，冷静点，藤木同学。但是现在下得更厉害了，天黑之前会停吗？但愿吧。对了，我们来接龙游戏吧。反正雨停之前我们也只能待在这里了。哦，来玩吧。那么就从我开始吧。接龙游戏的戏。戏曲。曲折。折断。断裂。裂缝。缝隙。牺牲。别说那么奇怪的东西了，会害怕的。我们重新来吧。就说点心。心痛。痛苦。苦难。真是的，怎么连冰冰你也这样啊？这样下去到了晚上我们就真的危险了。下雨天没有月亮，漆黑一片，野兽出来觅食，他们会不会来袭击我们呢？野兽有什么？例如熊。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清水有熊啊。那么有没有人对你说过清水绝对没有熊啊？说起来，最近电视上说从山上下来的野猪糟蹋了庄稼，就是说有可能有野猪了。有什么东西过来了？野猪还是熊？小丸子，竟然把妈妈当成熊了，真有趣啊。这没有什么好笑的吧？当时我们可是非常害怕的。不过能平安回家真是太好了。你知道吗？大家都很担心你的。妈妈说要去接你们的时候啊，爷爷和奶奶都说要跟着妈妈一起去呢。我们都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们说想吃竹笋，小丸子才硬是要去的。是这样啊，对不起，让大家久等了。这是小丸子挖来的竹笋呢。哇，油炸竹笋真香啊！我吃了，真好吃。刚挖出来的竹笋可真香啊！又软又好吃啊！说起来，这还是今年第一次吃到竹笋呢。从前就有传说，吃了新鲜的东西能多活75天呢。那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一点呢。谢谢你，小丸子，我太感动了。老爷子，你不吃的话，那我可就……我要吃。
刚挖出来的带着山林香气的竹笋，正把春天的味道带给千家万户。小丸子的悲惨黄金钟。哎，红明他们马上就要来了吗？不是说过了吗？黄金周要来。糟糕，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是挺好的吗？反正你也没事可做。与其黄金周让我陪红明玩，还不如老样子，哪里都不用带我去，老老实实悠闲的在家里待着呢。让我眼睁睁的陪着红明玩什么的，我可不干。嘿嘿，趁现在出去玩吧，我要玩到傍晚之后再回来。大家好。小丸子。叔叔阿姨。哦，小丸子还是那张傻乎乎的脸呢。红明真过分。小丸子你好。是明美你好啊。欢迎欢迎。哦，来了。比预想的早啊。来了。叔叔阿姨你们好啊。好久不见了。大家看上去都那么精神。哎呦，小丸子，我说你在干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说小丸子，你是不是盼望红明他们一直站在这里等着呀？不是的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。不是啦，不是这个原因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害羞了，真是受不了。好了，我就陪你玩一会儿吧。我都说了不是的。做大人真好，到我这里就……站住站住，你被捕了被捕了。啊，被打中了。不行不行，你演错了。你给装得再像一点嘛。要求不要太高嘛。喂，再演一次。啊，被打中了。哎呀，不行，完全不行啊。你这演的就像肚子痛一样嘛。真没礼貌，这可是我的激情表演啊。真是太笨了。不能小看捕快抓坏蛋的游戏哦。怎么了？你这恶人。被捕了被捕了被捕了。大人，我投降，请饶了我吧。最后请让我和等着我回家的可爱的孙女儿再见上一面吧。爷爷真厉害。我最喜欢捕快抓坏蛋了。不愧是爷爷，真有品味啊。我长大以后成了捕快前行频次，就把爷爷收为部下怎么样啊。那我可得多活几年呐。啊，爷爷你一定要和我一起和坏蛋作战呢。好，属下领命。男子汉，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努力呀，为了揭开呀。小丸子也唱嘛。错综复杂的谜呀。是谁在叫我？是谁在叫我？捕快前行频次，江湖繁华无万千。今天的绝招也是，今天的绝招也是偷钱币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，姐姐。我本来要去厕所的，居然忘了。爷爷，他们陪红明玩了捕快抓坏蛋的游戏。我不太会演，但是红明今天好像特别开心，真是太好了。你被打中的样子得该练习。好了，再来一次吧。被打中了。哎呀，这个就跟跳舞一样。被打中了，被打中了。是憋尿的样子吗？小丸子，你再这样我就不让你演了。路上小心。再来玩啊。
谢谢款待。明美，以后再一起来玩过家家吧。红明。红明，赶快穿鞋子。我还想玩，不要任性。我还想玩嘛，红明。爸爸妈妈要回去了，红明，你要一个人住下吗？你不能住下。我要住，我要住下。红明，要是半夜里你突然想回家了，爸爸妈妈不可能来接你的。是啊，红明，还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去吧。我要住下。红明要是愿意住的话，我们没什么意见。反正明天也是休息天，就住下吧。但是明天我们没办法过来接他呀。那明天我送红明回去。但是反正我也闲着，而且红明住下的话，小丸子也会很开心的，是吧，小丸子？我才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，今天明明玩的也很开心嘛。我说姐姐，真的可以住下吗？是的是的，可以。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那么就打扰了，拜托你们了。红明，要听大家的话哦。真没想到他会住在我们家。是谁在教我？是谁在教我不花钱行平次？还真是了不起呀，能一个人住下来，晚饭也得吃精光啊。真的，他比小丸子还要乖呢。哼，那个家伙就是脸皮厚点嘛。真是的，还吃小孩子的醋啊。我才没吃那个家伙的醋呢。好舒服呀。哎呀，红明，睡衣正合身呢，虽然是旧的，不过刚刚好。哼，真怀念呢，这是我以前的睡衣吧。我也穿过的，姐姐不穿以后给我的。什么嘛，原来小丸子也穿过。喂，你干嘛一副很失望的样子啊？没什么。红明，和我一起睡吗？我想和姐姐一起睡。哎呦，老爷子被甩了。姐，小孩子还是和小孩子一起睡吧。我们房间里铺三张床的话会有点挤哦。嗯，红明睡我们房间没问题吧，小丸子？真拿你没办法，我要睡这里。好了，我要关灯啦。这么早？嗯，我明天早上要早起，现在有点困了。晚安喽。晚安。晚安。人家睡得正香，你是睁着眼睛睡觉的吗？烦死了。也是啊，毕竟你是一个人住在别人的家里嘛。吵死了，人家睡不着，旁边去。好好，影响你睡觉了，真是对不起啊。
道爷爷和红明现在走到哪里了。唉，搞得好像是我在尿床一样，感觉实在是太讨厌了。但是红明居然钻到小丸子的被子里面睡觉啊。原来在红明看来，我们的小丸子是可以依靠的大姐姐啊。嗯，是这样吗？看着红明留下的礼物和尿床后的被子，小丸子大度量的想，看在瓶子的面子上就原谅他吧。山根同学，你想和我们一起去水族馆吧？那么就想办法说服爸爸呀。对了，写在信上怎么样？平时说不出的话可以写在信上。在《樱桃小丸子》讲的是妈妈的信和想去水族馆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卡塔布拉丘林库，找一道 handle。